哎，你们看到没有啊？这个章鱼哥满是血丝的眼睛，好家伙，脚上踩着海绵宝宝，手里拖着派大星，哎，太恐怖了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呢，就叫做《邪恶的章鱼哥》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。哦，章鱼哥在睡觉，哎，一个美好的清晨，早上七点钟，闹钟准时响起了。章鱼哥睁开了眼睛。Nothing ever changes. I'm thinking of killing myself.But before I kill myself, I want to kill the people I hate. I can't stand working here. Everyone is so fat and annoying. I don't care anymore. I'm going to kill all these people. 章鱼哥好像想不开嘞。哦，有个什么任务，不过看不懂啊。那这边是要干嘛了？我们现在在收银啊。哎，这里有几个臭小子在玩街舞哎。这边有些汉堡，可以拿起吗？哦，按 E 可以拿起来。你要吃汉堡吗？哎。不是给你吃汉堡吗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直接躺下来，再拿一个看看啊！他手上有了，给这小屁孩吃。哦，这汉堡，好家伙，汉堡是什么杀伤型的武器？不过你怎么还在跳啊？这右下角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哪个正常人的工位里面有 AK 啊？哦，还有子弹哎、啊！看来章鱼哥是预谋已久了哦。你看什么看啊？那我看。哎，给你来一下啊！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？他这个收银台里面都没有钱嘞，看来章鱼哥真的是预谋已久啊！这个汉堡，给你小子来个汉堡吧。这些好像都要处理掉了，这是任务好像。哦，警车来了，完蛋了。哦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哎，接下来咋整啊？我动也动不了啊。哦，可以从这边上去。好家伙，我们来到后厨了。海绵宝宝呢？海绵宝宝不在哎，海绵宝宝可能是躲起来了啊。这边有小窝的照片哎，这个冰箱也是可以操作的哦，里面有一些食材啊。不过我们现在好像需要找到蟹老板才可。蟹老板，你躲在哪里了？没有在这个桶里啊。在这里面嘛，哦，在他办公室里，哦，要钥匙被锁了。不过我手上这个不是钥匙吗？我这个是钥匙啊，怎么不行啊？看来我这把钥匙还不太行，我们得去找一下钥匙哦。臭小子藏得挺隐蔽哎，藏在冰箱里哎，好家伙，给他开了吧。我谢老板的那个办公室还是挺那个的，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，竟然钻这种门哎，而且还有两层哎，这里面还有一层哦。我记得是不是他这幅画的后面有一个那个啊配方，好像在这里面啊。我们临走之前把配方拿走吧。让我找找啊，谢老板藏哪里了？谢老板，你出来呀！谢老板是不是走了？没有啊，难道还要找钥匙？哎，这个箱子不对劲哦。哎，你小子藏在这里啊！ I came to kill you and to take your money. 我说杀了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那么伤心哎，说拿走他的钱，他反而很伤心。给他来一下啊！再见，果然是财迷心窍了，杀了他都没有那么伤心。好的，那么走吧，出去了哦。哎，我们上新闻了，我们已经疯了，看我们那样啊、哦！哎，我们家的车呢？好家伙！哎，直接撞死一个鱼，不过被我们跑掉了。上新闻了。News, a mass shooting happened. 鱼主持人。Perpetrator Squidward Tentacles has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law enforcement and has kidnapped his neighbors SpongeBob and Patrick. 我们还绑架了海绵宝宝跟派大星，这两个臭小子早就看到不爽了。哎，山迪，山迪可能要去救海绵宝宝跟那个了。我们要把山迪也给杀了吗？难道？走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在海绵宝宝家里哎，按 F 键可以打开手电筒。哎，我们是山迪啊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俩，哎，你把海绵宝宝藏哪里了，臭小子？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好家伙！怎么一句话都不好好讲啊！我还想找他聊一聊呢，这可恶啊！他现在已经疯了，完全啊！我们可以按 E， 可以躲在这里面是吧？哦，接下来就要进入潜行阶段了，不要被他发现，然后并且救出这两个臭小子哦。不过站在这个章鱼哥的立场上来说，我也是觉得这两个臭小子挺烦的。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了，走，他们被关哪里了？这里面我似乎隐约看到有个派大星在抖动哎。我声音调的有点小，把声音稍微调大一点，这样子你们应该就可以听到了。还一直叫海绵宝宝哎，不过我现在这边进不去，他的门被封，赶紧躲起来。我已经看到章鱼哥过来了，哦，他在我们门口，他走路是有那个声音的，他停在那边不走了，那就这么躲着，等他走了我们再出去哦。臭小子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啊，等他走远一点吧。好，我们要先把派大星给他救出来，先去找找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的。这里有一些什么小道具吗？并没有哎，冰箱也不能打开。派大星怎么还在叫啊？不是应该叫两下就嗝屁了吗？怎么可以叫这么久啊？哎，这里有个门。哦，我忘记开灯了。
在里面叫啊，太恐怖了，一直在虐待他，他不让他死是吧？这是什么客厅吗？这真是海绵宝宝的家哎，这里面有很多海绵宝宝的照片哦。这是他爸爸跟他妈妈。哦，章鱼哥要过来了，我听到他的声音了，我们先躲在这里面先。他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不过手电筒照出去会被他发现啊。他要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又可以出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臭小子，我们往这边走走看，这边我们没来过，这里还有扇门哎，可以上楼，不过被锁着。哎，在地上。哎，物理学圣剑啊，我是可以用这个小鸭子，海绵宝宝洗澡的时候会带着他的小鸭子啊。不过小窝呢，小窝不会也被干掉了吧？咱们先去把派大星给他救出来行了。走，前面没有章鱼哥突然钻出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不是这边，是这里啊。哎呀，吓我一跳。跑跑跑跑跑，绕着他走啊。我们可以从这边过，他往那边走我们就往这边走啊。有点不太认识路了，有点应该是这他怎么又来这里了？完了，被他绕进去了，可恶啊！那我就继续回来这一边啊，他是不是会听到我的声音就往我这个方向走呢？这不这里啊，好像是这里，好像是这里哦。走走走，应该可以用这个给他开掉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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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叫了啊！他怎么可以叫这么久啊？我好家伙，这好像不能播哎，怎么办啊？他叫太大声了。哎，不过话说你还没麻木吗？我都麻木了，你怎么可以连续叫这么久啊？不是照理来说应该早就嗝屁了吗？我们来救救他吧。这不能操作哎，让我想想其他办法啊。哦，这个门可以开了，接下来我进来就更方便了。让我在这外面再观察观察。哎，这不是主持人吗？好家伙，主持人也被干掉了，被挂在这里。哎，是不是这玩意啊？哦，这边有个电箱。我把电关了就行了是吧？哦，好家伙。Finally, I'm free. 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就要去救海绵宝宝了呀。咱们进去先吧。找派大星汇合线，我们两个人去救他的成功几率高一点。好胖哦，派大星哦。Thank you for saving me. You're welcome. Let's get you out of here. Okay, let's go. And one more thing, Patrick. Did you see SpongeBob? I think I did. Squidward took him to the living room.海绵宝宝好像在其他地方啊。哎，我们先哎，他呵呵，太小心翼翼了吧？他就走这么慢哎，我们是要保护他，把那个章鱼哥给他引开啊。哎，章鱼哥哪去了？啊，不知道啊。哎，我已经绕了一圈了，已经看不到章鱼哥了。哎，太恐怖了吧？派大星也不见了，这他们俩哪去了？啊，你们都哪去了啊？你有个章鱼哥追我，倒没有那么怕。现在两个人都没了，这太恐怖了吧？哎，不会都走了吧？没有啊，人呢？派大星不会又给抓回去了吧？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啊？哦，好像是我，他又一直跟着我走才行哦。我要在他身边才可以啊。那走吧，走吧。他现在极度没有安全感，他好像一坨大肥肉，我就是不走哎，好像我被卡在这里，怎么挪不动了你？来来来。可怜的派大星，太可怜了吧？带他去哪？我已经带他绕一圈了，难道要出去吗？这门也打不开呀！真出去了，臭小子啊！你就自己一个人走了，你好兄弟不救了？哎，你这个臭小子一点义气都不讲。那行吧，那拯救海绵宝宝的任务呢，就在我们身上呢。不过要从哪里过呢？这边我倒是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吓死我了！刚才转一圈没看到他，还臭小子躲起来埋伏我是吧？啊，埋伏我还不是重要的，主要是吓我是吧？臭小子，我在这边好像有看到一个门，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打开，可以去楼上的。嗯，难道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走吗？哎，这边有个暗门哎，这边有个暗门哎，赶紧给它关起来，可以关吗？不能关啊。我们可以上去啊，从这里上去啊，好家伙！哎，想不到海绵宝宝家里面也有机关哎，这可还行。哦，这个门可以关起来，把它开着吧，安全一点啊！不能开了，算球哦。咱们来看看海绵宝宝被关在哪里咯。哎，你们别说哎，第一次到海绵宝宝家还是有点激动哎，以前一直没来过哎。他墙上好多画哦，这不是小窝，这个门就是上来的门是吧？哦，这里被锁了。这里是，这楼上也有个主持人哎。这不小窝吗？太惨了吧！连小窝都被干掉了，哇，惨无人道啊！这章鱼哥太惨了吧，太狠了吧！这小窝都把他干掉了。这是海绵宝宝的洗手间，小鸭子，他洗澡的鸭子。嗯，也没有什么道具好拿的呀，走吧。
海绵宝宝的储藏室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哎，有个电锯，哎，这玩意拿上就无敌了，可惜不能拿哦。在碗里走走看。嗯，这边呢？哎，怎么被挂着你啊？咋回事啊，海绵宝宝？ Hey Sandy, did you come to help me? Yes, SpongeBob. 还能说话呢？ How the fuck should I know? Squidward, put me in it, and I think it's gonna split me in half. Sandy cheeks. 哎呀，被发现了。I'm coming to clap those cheeks. 他来了，他来了。Sandy, you have to hide in the closet. 哦，我们赶紧躲在柜子里面。Get ready to die. Squidward, no, please. I will do anything if you let me go. Come, squids don't have dicks.Get fucked, SpongeBob! 哦，他折磨他了，好家伙，太惨了吧，海绵宝宝！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了，看看有人什么东西啊，把这笔电给他弄坏掉是就行了吧？搞点水过来哦，我们去洗手间里面看一下啊。不过小心一点哦，不要被章鱼哥看到，章鱼哥已经过去了。洗手间跟这边是连通的，我记得。搞点水，这水要怎么搞呢？哎，这边刚好有个桶啊，哦，这个桶可以拿。那我可以搞点这个水咯。哦，把水泼上去就可以了。章鱼哥的声音在这边。哎，他刚好进去了，走走走走走，现在刚刚好啊。哎，给他来桶水。哎，我这不爆炸了，爆炸了。怎么还在叫啊？哦，这边还在那个。哎，可恶啊，这边可没有电啊。那个咋整啊，我得去外面看看咯。他这个电是不是在这边啊？电都没了呀。哎，没有电了呀。那个东西怎么给它破坏掉呢？呀，章鱼哥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臭小子，我看你往哪边走啊？我就躲在这里。哎，他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他没有看到我们，他有点瞎的。哎，我们只要往这边走就行了。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到。怎么他怎么脚？哦，他冲过来了！哎哎，没有地方躲。哎，这玩意可以拿。哦，给他来一棍子吧。那里倒是有个柜子，不过他已经走了，太可怕了吧！他刚才如果拐到这里来，我就完蛋了，就没地方可躲了。这里倒是有个柜子哦。不过话说，这个扳手刚才，哎呀，哎，怎么还出来了？完了，这都行。我连续按了两次，哎，他进去直接出来了，我讲我直接瞬移。章鱼哥没过来吧？我现在听不到他的脚步声，有点慌，不知道他在哪里啊？没有听到声音，咱们出去看一下吧。他往里走了，往里走了。刚才是我光照着他的原因啊。他现在去看海绵宝宝了，那我们就得等他出来了。我们在这里等着啊，这边好迂回的。他如果这一进来，我们就可以绕这边出去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走走走，我赶紧往这个方向走啊。哎，他进去了进去了，赶紧赶紧赶紧。这里的话，哦，这个进去就行了。哎，直接炸了。哎，海绵宝宝放下来了，你的脸色有点差。章鱼哥来了，我们两个可以打得过他一个吗？You ruined my plans again. This will be the last time. It's time for me. 哦，他拿出他的武器小号了。哎，干嘛？这再干脆了一点吧。啊？没搞懂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本来就想不开了，已经。他只是想折磨他俩，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把他们干掉啊。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的社畜来说啊，把他置于这种环境啊，海绵宝宝确实挺烦的。章鱼哥崩溃呢，实际上也挺正常的，就他会不断的去打扰这个正常人的生活啦，把他生活搞得一团糟。行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，那这期阿西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